不如我们这样呢，华哥，你做那个杏仁饼，我们做那个烙奶华，我们就 battle 一下。OK， 好。我们就出去找那个街坊，对，去评一下，看看谁卖的比较多。对，我为了拍《澳门人家》，学了一个星期杏仁饼。我做杏仁饼，第一炉必须得给邻里街坊，不能收钱哦。好呀，这个是它一个传统。好，第一炉杏仁饼是酬谢街坊顾客的，两家百年来的规矩，做人就像做饼一样，得把良心摆进去。在以前啊，杏仁饼在中山的，不是澳门的，对，是中山，中山的，从中山传过去。基本上我们香港很多食材，香港很多做法都是从广州带过去。广州带过去，广州是这个美食之城嘛。杏仁是补脑了吗？嗯，合桃系补脑。还有多少合桃啦？啊，合桃系补脑嘅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三个人做完那个漏奶华，那他们就三个人一组，我们三个人一组，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我们最起码做30个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有那个口号了，你们要想一个口号，你们的那组，哎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心，有信心，哇，杏仁饼有心，有信，有信心，杏仁饼，有信，有心，有信任。有信，有信，有信心。你们可以再慢慢想这个，慢慢来，不急。有信，有信，有信心，送了一个杏仁饼，送你一份杏仁饼。啊，对对，有信，有信，有信心，送了一份杏仁饼。大旺财，漏奶华，我们等着你来夸。